这回车到提供生高雄三民区的玉峰宫人有够多，为空气的画面就当看到信众一直来，都跟那不亚声同款。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在庙里拜拜，祈求台湾幸福顺利。Hey go！对，预晚人会越多，小朋友没办法撑那么久。对，开心最重要了。对啊。尤其庙方多年来伫咧路边设将官亭，互家幼进驻，信众大家拜拜，卖布施分享过年的喜气，已经成做玉峰宫特别的景象。今后转来屏东的玉峰宫，庙方为透早两点外就开始无营，当官上百名志工煮寿面，嘛是地方真大的一个特色。准备了35000份的万寿平安面，要与信众大德结缘。一鼎一鼎烧烫烫的寿面煮好了后，搁带去仓库啊内底。这个时阵，现场排队的人已经有一两公里远，甲玉峰宫坐3-4点。专工对内部，六点我就来。哎，行到尾，啊，所以几点出门？六点就出门啊。来了。今年是来第几次了？第二次了啊！今天来，几点来？5点多来了。五点多就从高雄出门了。哦，来。平安，伫咧天公生这一天，和信众食寿面保平安。天公生人有够多，不管是日时也是暗暝，同款闹热滚滚。《闽事新闻》综合报道。